女儿的异样不仅没让约瑟夫害怕，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。他请人复制了多福迪奥的世界。一些大胆的收藏家听闻画作的魔力，纷纷上门求购。然而，就在约瑟夫赚得盆满钵满,满的时候，女儿却自缢在迪奥的世界前。原因是男友另觅新欢了。约瑟夫痛彻心扉。在英国王室表示愿意收藏画作的时候，他果断的卖掉了。 英国王室买了画后，让六十岁的劳伦斯负责看管画作。劳伦斯早就耳闻了迪奥的世界杀人的魔力，可是他也不相信一幅画就能置人于死地。于是他偶尔会壮着胆在画作前驻足一会儿。半个月后，劳伦斯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。警察调查显示，他是死于自杀。欧洲各教会听闻此消息后，达成了一致。 明令禁止传播迪奥的世界的赝品，各大主教还联名要求销毁此画，英国王室只好妥协照办。二零零零年，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出现在购物网站一 b 上，在商品介绍里还有一条特殊的警告：这幅画可能有着超自然的力量，能够影响或改变您的生活。如果您容易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和心脏衰竭， 或是不熟悉超自然事件，请不要购买这幅画。拍下这幅画后，表示您同意免除卖家在出售过程中的一切事件的责任。这幅画作引起了英国收藏家尼古拉斯的注意，他联系了画作拥有者——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瑞恩夫妇。瑞恩夫妇表示，这幅画是在一家废弃啤酒厂的收藏室里发现的。至于这幅画作出自谁手？ 以及什么时候创作的，他们并不知道。站在画作前，尼古拉斯立刻被画作里男孩深邃而幽怨的眼神所吸引。他极力的在记忆中搜索可能和这幅画有关的线索。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：难道这就是消失了五百年的进化迪奥的世界？他立刻通过网络搜索相关信息，可是网上既没有原作的照片，也没有对作者的相关记载。 经过多轮竞价，尼古拉斯最后以一千零二十五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画作。运到家里之后，尼古拉斯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画作，家里就先后发生了两起意外。先是儿子一个星期后死于车祸，接着妻子因为受不了打击变得疯疯癫癫。有朋友提醒尼古拉斯，这幅画作非常不吉利。尽管当时全球封禁，可画作的赝品之前已经开始传播。 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，相传已经有数千人因画自杀。后来有一天，妻子神秘的告诉尼古拉斯，他看到画中的男孩动了。尼古拉斯安装了一个动态的捕捉摄像机，监测这幅画的状态。很快，他就发现画作上男孩和女孩的种种异动，特别是女孩幽深的眼神发出了丝丝绿光。至此，尼古拉斯终于相信这幅画有魔力。 由于一时卖不出去，他只好把画作锁在一间密闭的储藏室里。时间一晃就到了二零一八年，尼古拉斯远在英国的收藏家朋友斯凯克·米娜来探望他，两人不经意地聊起了迪奥的世界。听到尼古拉斯这里藏有画作，他当即表示愿意收藏。尽管尼古拉斯再三地提醒这幅画作非比寻常，可是斯凯克依然是热情不减。 把画作运回英国之后，斯凯克把画作挂在了客厅里。六月四日，参加朋友聚会回来的丈夫发现斯凯克惨死家中，警方立即调查斯凯克的死因，发现他在当晚发给朋友的语音信息里尖叫道：“魔鬼回来了，迪奥回来了。”美国情报部门闻讯将画作收走。尽管警方全面封锁了此事，但是英国的众多媒体还是做了相关的报道。 一时间，迪奥的世界在线人士杀人的消息不胫而走。然而，让民众意外的是，斯凯克的死被定性为自杀，原因是他患有抑郁症。迪奥的世界的杀人魔力引起了收藏家贾斯丁的注意。在对有记录的几起自杀案件的研究后，贾斯丁发现这几个人都上了年纪，都是虔诚的宗教徒，且身患疾病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。 这些人作为教徒，画面上的幽怨和仇恨导致他们的情绪变化，加上外界对画中没有眼珠女孩的渲染，更加重了他们的恐惧感。另外，他们是先知道了迪奥的世界杀人之后，再去目睹画作的，就出现了画作杀人的先入为主的意识。而对于画家比尔为什么在创作之后就自杀的原因，贾斯丁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 他是以此来报复妻子的出轨，而安东尼的死则是因为长时间在画作前，他的精神出了问题，只得用自杀来了结自己。报纸上刊登了贾斯丁的推测，但是大部分人不买他的账。或许迪奥的世界真的有杀人魔力，只是等待世人去探索。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。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。 继续关注。